你好，我是金公公，这儿的首尔大学附近的一个万隆寮，就是朝西南的，阳天开始很丰富的阳光进来，环境是很静止的，格式非常好。进来看一下，右边有一个水池，左边又是一个冰箱、鞋柜，正面一个床的地方，还有这边就是一个书桌。那么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阳光很丰富，看到了吗？前面一个警察室，它非常安全的。前面有警察室，有一个书桌，然后衣柜，然后卫生间有小窗口，通风非常好，南北通就是通风很好，非常安全。电梯楼，哦，这个也很大，卫生间不错的，很大的。是吧？再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警察叔、消防叔，非常好。